又迟到了。刚才来的路上捡到了100块见熊片，直接从口袋里走了。这样不对，你捡到钱以后先喊3遍，这个钱谁的？没人过来拿，然后再走嘛。下次注意吧啊！哇，我最近运气咋这么好？不行，我得喊3遍。这个钱是谁的？这个钱是谁的？这个钱是……咋了？你想咋做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咋听着你这就很啥了？走不到路嘛，打车。去喝一点。行啊，但是我没带钱。啊，没事。没有，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。下车我自己去。下车我自己去。哥，这是哪儿？肩膀。哎，师傅你好，那水上乐园怎么走？水上乐园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前面坐50米，然后右拐。右拐。第一个红灯左拐，然后第二个红灯右拐，第三个红灯过50米有一个广场，那里人多，你去那儿问一问。我也不是本地的。哎，去哪儿？回家。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吗？没有。好吧，这个伞给你。谢你呢。啊，我有车。哎，安娜哈你好。哎，豆豆你好。去哪儿？红山路，红山路，这么巧，我也去红山路。这里不好打车是吧？就是，特别不好打车。这样吧，你再等一会儿，会有车的。你好，美女，你的伞是不是留在公交车上了？哎呀，好像是，谢谢。啊，没关系。干嘛？这是我的，你的还在公交车上呢。同学做的恶作剧害我拿不到黑板上的尺子，我帮你吧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不过你为什么帮我剪尺？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。敢说我矮。昨天复联四看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抢到票我就没看。哦，怎么样？特别惨。惨？怎么惨？算了，不说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不是漫威粉，哪个建议就投。说一下。那我说了啊，昨天我看到你的女朋友跟别人看电影去了。我心情特别不好。为什么？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，凭什么我这么帅？长得这么帅却亲不到自己的脸，好难过呀。留一下联系方式吧。呸！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豆豆，走了走了，你咋还睡呢？去哪儿？西姆过生日呀，我们聚会去。哎呀，我不去了，昨天加班了。啊，感冒了。哎呀，都说好了赶紧走了，快走。我真不想去，起不来。你跟他说一下，他要事来不了。好吧，那我去了。他前面跟我说只有他一个男的，其他都是女的，他要尴尬得很，所以想把我们都叫上。然后那个啊，你不是不去吗？为啥不去啊？好兄弟过生日不需要参加。我是到那个什么，走快点。我的名叫叨叨，总想变得唠叨。
吸一下呗。老子一个人就能给你安全感，你让那些小崽子都滚。滚！你好牛啊，让你吹口哨了吗？错了错了，赶紧回家给我睡觉去。00后拍视频，90后拍视频。老子一个人就能给你安全感，你让那些小崽子都滚。80后拍视频。手这两天有点干吧，手这两天有点干吧，手。70后拍视频。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。帅哥帅哥帅哥，这两个楼哪个是 A 座？嗯，你看啊， B 座旁边是 A 座， A 座旁边是 B 座。哦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小伙子，你要努力，只要努力的话，没有事情办不到的。你看我，通过我2年的努力，我也买了这个歪道。